小鸡簇拥下大进场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到霞海城隍庙参拜，公布竞选团队，正式启动陆战。虔诚祈福，陈时中参选起手式选在台北起源地大道城出发。这一区我并不陌生，在台北大家知道说我是高雄人，但是我在台北，你这个延边八楼家出席。这是我们台北在文化街锅里面我们的一个记忆。绿营力拼夺回首都，总动员就战斗位置，竞选团队阵容豪华，竞选总部主委由前副总统陈建仁出任。他邀请我一定要来支持他，那我跟他讲，我虽然没有这一个选战的经验，但是呢，我一定尽全力。金马兵卡徐中共，你不再孤独，听到双 K， 我也得卡出来，喊你做会。是我们一剂非常强的一个强心针，所以我们会市长当选，市议员红不让。从政策到发言都是跨派系组合，总干事新系立委吴思瑶担纲，总部政策小组召集人则是立委管碧玲、范云、吴日勤和洪生汉出任政策督导，北市议员周卫佑当议会政策平台召集人，兼顾中央地方政策论述。那我会做事，那各位会督促我做对事。发言人是立委林楚英、庄瑞雄接任，还有分区督导三位立委。组织战也有小英之友会全国总会长严志发当后援会总会长，加上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掌管组织动员。这是我们的起手式，第一步，第一步一个无遐险，明仔载愈来愈险。阿个双击前，我们就融为一体。防疫英雄挑战北市长宝座，民进党全党相挺做后援，让第一线打拼的陈时中无后顾之忧。竞选红星彭宇宙采访报道。